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。耐心和死亡。我们渴望复仇。小孩子的把戏，就是第一个受害者。完工了。我的手牌满了。
掉他们。小孩子的把戏。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了，你没被跟踪吧？师叔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孩子的把戏，秘法剑。秘法剑，小孩子的把戏。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了我们。小孩子的把戏。把水弄浊吧。你就是第一个受害者。
真厉害。我输了。成在屹立不摇。小孩子的把戏。各位会很好，乌鸦王。你没资格服侍我。你的对手离开了。